凯莉要跟小艾莉玩什么游戏呢？是什么呀？哇！哦，当当，玩具总动员危机一刻，那现在跟着凯莉和小艾莉一起玩吧。我就是艾莉，喜欢读书的朋友。喳喳，小艾莉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玩具总动员的电影呢？我没有看过呀。没有看过吗？哦，不可能啊，这个很有名的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三眼怪，那这个紫色的呢就是我们的巴斯光年啦。巴斯，那今天呢我们要玩的游戏就非常简单，如果我来说明一下，这边有一个骰子，如果看到这个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两个人，如果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的话，是从我这边再跳一个人过去，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有跟小艾莉一起嘛，那这个就如果弄到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往进去往里面放了。那这个呢也是的，现在只有我跟小艾莉两个人，如果这个抽到的话，本来是应该，如果是我的话就应该绕到我另一个反方向，本来是顺时针的话现在就是逆时针。那这个呢也是免责，就不用往里面放棉花了。好好玩。那现在呢就很简单啦，如果出现一个这个三眼怪的话，只要放一个，放如果出现两个的话呢，就是放两个；如果出现哒哒三个的话，那就是放三个；如果出现哒哒巴斯光年的话，那我们就放一个巴斯光年就好了。哇，听懂了吗？简单嘛。可能说起来，朋友们也可能不能理解。那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们朋友们就知道啦，很简单的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太好啦，谁先开始呢？我你先，我想先开始，你先开始，我先开始，你先开始吧。好玩，好玩。咕噜咕噜转，哇！巴斯，第一次就是个巴斯光年。小艾莉为什么这么开心？如果这个一下子砰爆炸的话，你就输掉了。我要放进去了，戳进去，哦！快进你的房子。要我帮你吗？哦，那现在轮到我啦！当当，哇，免责。那现在到你了，又是我。今天巴斯光年全给你拿走了！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哇，他好有缘呢、啊。进去了。那没关系，我觉得这个样子还不够呢，所以说这都哇哦，一个揣进去，免责。哇哦，好吧，到我啦，给朋友们看清楚，哒哒，哇，两只啊，这次表现不错嘛。快进你们的房子去！哇哦！给我桃子，我来。妈咪，妈咪哄。哦，两只。哇！给点反应嘛。需要什么反应呢？只有凯莉一个人自己在嗨吗？没有啊，我很开心啊。小艾莉好棒。四光年已经没有了，那我就不用放了。小艾莉，该你喽。好哇，好哇。呜、哦，一个，一个小人进去啊、哦！哇，呜、哦，还好还好。加油！啦啦啦！呜、哦，免责。哎呀呀呀！这几率很大的。哇，不太好啊。我们玩了个假游戏，炸！哇！耶！哇！大王，发生了什么？出大问题了！出大问题了！可是凯莉还没有塞进去呢。那现在呢？我们要开始第二种游戏，叫做帮助巴斯光年逃出哇陷阱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一个人选取一个颜色，你先选吧。好的，我来。我知道肯定是黄色，对不对？对呀对呀，我要、好，我就知道，那你拿去吧。那我选蓝色。
那我们把这个放在中间，像这样，我们一个人一个人按照顺序将这个棒棒插到这个里面。如果巴斯光年先出来，那这一次谁就输了。哇，吓死我了！理解了吗？理解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喽。开始。那既然刚刚凯莉输了，那凯莉要第一个先插。好，那我让你。如果这次艾莉你要是继续赢了的话，那我就要接受惩罚了。哇，那我也没有办法哦。你要我加油吗？谢谢。我们互相加油。来插这儿。哇！插这儿。哇！啊！怎么可能？啊！怎么可能呢？我明明刚刚才开始玩呀。没事的，没关系吗？算多练习。真的吗？这次算多练习吧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当这一次是练习。如果这一次我真的又要输了的话，那我就接受惩罚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哦，我们的小艾莉人好好哦，还是乖宝宝。那这样子，小艾莉这个帮你收回来，然后我们把它重新放进去，给它放上去。好了，像这样呢，我们把它重新装上去。这次要正式的开始了，正式比赛 ，Go Go！ 哒哒，嘿，哇，手法很好，我的小艾莉了。看看我的神箭手，轮到我了，加油！哇，你越来越棒哦，越来越棒！哇，哇，小艾莉好会玩游戏哦，她也越来越棒哦！哇，弹出来啊！这个是给你的惩罚。哦，这是艾莉你给我的惩罚吗？是啊，我是啊。这是鸡蛋。哇，你先不要碰。啊，不能碰吗？不能，不能。那这个鸡蛋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你先来选一个吧。哦，小艾莉，这难道是让我选的吗？问呀，问呀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呢？是有点奇怪哦。什么？哇，那我要这个。好，没关系。嗯，为什么这么重？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有秘密哦。然后呢？这个是让我干嘛呢？很简单哦，看一看吧。你先看着我，拿鸡蛋过来吧。啊！到你的脑门。啊！哇，好玩啊！小艾莉，没了没了。哦耶哦耶！小艾莉。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玩游戏了，好冷，我的妈呀！不要嘛！今天凯莉跟小艾莉一起玩的游戏，哦，凯莉怎么了？啊，不要了！今天凯莉跟小艾莉玩的游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你不要躲嘛！下一次凯莉会跟小艾莉一起玩更多的游戏，拜拜！再见喽！叮咣，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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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去，上去，开上。